反正有点肥。军号大大的吹，军的鸟儿飞，侦察连的小号手长得有点黑，头号是上辈。知道，是耗子。耗子，耗子，耗子。训练场来了是吧？带回来木匠，都闹到训练场去了是吧？说说咋回事？我啥都没干。我没问你。王明豪，想干啥去？双子，到底咋回事？啊？你别紧张，到底咋回事？连长，我这鹅。我们家的大白鹅，你家大白鹅咋了？栓子他们家的大白鹅都喂了好几年嘞，栓子跟那大鹅可亲了，比他妹妹小娇都亲。跟你亲爹是大白鹅。俺们家的大白鹅是母的。啊，什么那个？哎呀，不管什么公的也好，母的也好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公的也不重要，母的也不重要，最重要是听连长说啊。连长你说。啊，我说就我说啊，这个，我说啥呀？这到底是咋回事？爷爷不要生气了啊！我不生气，不生气。哎，我还不知道跟谁生气呢。连长，我早上一起来，俺们家的大白鹅就没了，墙根根就剩一堆毛。肯定是他给害的！你胡说，我没有。耗子，我真没有。我呸！栓子，你咋就认定这事儿一定是耗子干的呢？花棉袄见着了，对吧，花棉袄？哎，花棉袄，这连长又不吃人，你看什么？你直说。昨天我看见他啊，他。就是耗子，他举了个大石头，撵那鹅乱跑。你看清楚了？嗯。珠子，你看见了？嗯。二子，你看见了？嗯。悠悠，你看见了？我，花淼跟我们几个发了毒誓，说他真的看见了。他说他撒谎，他要烂舌头嘞。耗子，你咋说？好说，花明，你就看见我撵鹅，就没看见鹅撵我；你看见我拿石头打鹅，就没看见鹅牵我。你当证人，不能木匠斧子一边砍吧？哎，你要让花明把话说完。花明，你说，我没看见鹅撵你，就看见你撵鹅。没看见鹅牵你，就看见你打鹅。你没看见的就不算了。连长，就是
就因为俺们家那鹅撵过他，打过他，他早就想害死俺们家的鹅了。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。你在连长面前你就不敢承认了，不承认那也是你。耗子，到底是不是你干的？不是。嘿，你不承认，你还不如个女的嘞。你诬陷好人，你才是女的呢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少牵连女的。耗子，这事如果是你干的，你就老老实实承认。不是我干的，他让我承认我就承认，我自己干的，我肯定得承认。不是我干的，打死我也不认。不是你干的，就不是我干的。那是谁干的呀？我哪知道是谁干的？哎，爹，嗯，我这一走，他们没人找我吧？哪没人找啊？都叫班长啊，给糊弄过去了。说是帮着他买烟叶，甚事不误。哎呀，要说呀，班长是老油条了，心里边明白，不给挑明。哎，爹，嗯，要说这班长人真是不赖，好人。嗯，日后找个机会呀，要好好谢谢人家。可是你看现在咱们这也没什么稀罕东西。有，是，这回我出去，你猜咋的？我还真弄着一个特别特别稀罕的东西。我爷爷来嘞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爷爷。哟，对不住老人家，您看又把您惊动了。您先坐，老爷您快坐。不用，不用，我站着说就行了。啊，今天一早，孙子大声嚷嚷，我这出院门一看，我看见白花花满地的鹅毛。哎，是他，他早就叫喊要把俺们家鹅的鹅毛了。看啥？看你个呆头鹅！啊，你要是也敢笑话我，我拔光你的鹅毛！我就是说句气话啊，说句气话就是我拔的。那你还说过要打死索儿呢？你打死索儿了？索儿又没死。嘿，哎，他叫俺们家鹅等着嘞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呆头鹅你等着。我这还是气话，我说等着就是我干的，你还说吃不上猪蹄，还要吃鹅掌嘞！我这更是气话，我说的都是气话。孩子，锣鼓听音儿，说话听声，你这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呢。反正你说完那几句气话以后，大鹅就不见了。嗯，对对对对，我你们还有啥说的？一句是气话，两句是气话。三句四句还是气话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木已成舟，米已成舟，算了算了。不过俗话说，活得见人，死得见尸。我们家白鹅嘛，只剩一地鹅毛，这鹅的身子到哪去了？耗子，今天爷爷不为难你。你告诉我，鹅的身子藏在什么地方了？爷爷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家大鹅在哪，我就是心里不高兴，说了几句气话。我要是有半句假话，就天打五雷轰！都闭嘴！鹅？看把你能的！你从甚地方弄的鹅？从甚地方弄的你就别管了。总而言之，这是我给班长备着的好东西。过两天呢，咱们把它收拾收拾，别管是炖还是烤，咱们得好好的请班长一顿。好，好，好。没，嗯，你把它藏到什么地方啊？我没看你带进来。爹，我傻呀？我能明目张胆的拿了一只鹅进来吗？我呀，把它藏在外面的树根子底下。老人家，我没管好我的病。向您道歉。不用不用不用。您家大鹅值多少钱？我加倍赔。啊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哎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吗？连长，我冤。冤个屁！我是真冤啊！你过来。到。我给我拆房去。是。我是冤上加冤。这倒了八辈的血没了我。这耗子一做亲戚，我也跟着受罪。连长，下回不是我呀，换一个人呗。
这怎么行？哎，连长，能不能换个人呢？嘟囔啥呀你？哎，连长，没事儿。咋样的？那刚才咳嗓子喊半天了，这会儿才休息。我愿，我愿，我愿！哎，这屁个渣孩子。 肚子里毒气还没放干呀？啊，这就是，收拾收拾他去。哎，屁股渣孩子，你不是说你冤枉吗？肚子里有啥委屈的，跟我说道说道啊？耶，没委屈是吧？不说话我可走了啊！你可别说我没给你机会。叔，我冤，我冤，这事不是我干的。不是你干谁干的？ 你小子肚子里的坏水我还不清楚，啊？嘴馋了是吧？把人家大鹅给烤了吃了是不是？哎，你这成天叔叔的叫着，把关键时候给把给忘了呢，光想着自己吃独食是吧？也不知道给你叔分一口。来来来，我这个鹅到底啥味的？哎，我冤枉了，我冤枉了。傻小子。 知道这事不是你干的，你说啥？你知道不是我干的，还关我金币？咋回事？你不清楚啊？咱来南梁村，首要任务是干啥？搞好居民关系。那不就得了？那算算这样的大鹅跑哪去，咱谁知道啊？这事要扯一晚上，扯不清楚。你说我咋办？那你也不能让我背黑锅啊！你成天嚷嚷着要吃人家鹅掌，把人家鹅毛拿石头碾人家鹅，还让人看见了。哎，你说人家不怀疑你，怀疑谁啊？ 我告诉你啊，这大鹅要找不着，你就等着背一辈子黑锅吧。闭嘴！哎，爹，这腿怎么样了？觉得舒服点没？这一下子好多了。是，这西药真管用。那是，解放军用的，能刺得了吗？毛晶，嗯，这回回去你没问问？ 解放军顺手打过来。哎，解放军啊，嗯，哎，你给我听好了啊，你穿着这身衣服就是个兵，就是一名解放军战士，别动不动冒两股尿水，点出息都没有。最讨厌你哭天抹泪的怂兵。我受这么大委屈，你还不让我哭？活该！你不好好练后，撩人鹅干啥？ 给你个教训，教训啥教训？拴着他们合伙陷害我，你是我说，我是你的兵，你不护着你的兵，还帮别人说话，我看你是恶棍。说啥？我说你是恶棍。别报警！别报警！臭小子，我好心好意陪你唠唠吧，你不念我好就算了，还动动当当骂过人吗？恶棍！ 告诉你啊，本来明天有任务，现在免谈。啊，叔叔，我参加任务了，我在那任务。你不是不愿背这黑锅吗？那就待在这儿，抱我头子睡。哎呀，叔叔，你我才炊事班也背过黑锅，再背一次也无所谓。这是你说的是吧？我说的。那就好好关禁闭吧。 我忘了叫你。哎呀，背个黑锅，换个任务，值了。嘿嘿，反正大哥也不是我吃的。守寡的地方到了，同志们，那边就是敌人的防区。 咱们角铁这条道啊，是咱们打太原城必经的一条小道。这段时间，敌人不断派工兵在这条道上埋雷，先给咱添点麻烦。啊？那还能由着他们？所以咱们要冷不防敲他们一下，让他们不敢在这条道上埋雷。不过大家要注意啊，咱们只是敲他们一下，要速战速决，千万不要让援军出来增援。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明白。大家注意隐蔽。
陈建，连长，一会儿你的任务最艰巨，捡领头的打，给我瞄好。明白了。老板，过来。到。哎，连长，你的任务也不轻，你人小，眼尖，记性好，一会儿瞅准了，他们在哪儿埋的雷，啊？来，没问题。你光嘴上说没问题，一定盯紧了，记牢了，听见没？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连长，连长。来，准备战斗！快点，快点！看到没有？那边插旗的地方，地下都埋着雷呢。啊，小心点！嗨，一会儿靠近了再打。哎呀，什么鬼天气这是？过年这么多天了，还这么冷！快点，快点，肚子麻利点。老大，天气太冷，这地多怎么行？看那小头目没有？以后给他敲在肚子上，留个记号啊！明白。跳！同志们，撒个两枪，别伤着老百姓。屁股长上了啊，干得不错。我刚才就一直盯着呢，眼皮儿都没眨一下。脑瓜挺好使。同志们，动作要快，注意安全。是。大圣，你刚才那枪可真是神了。真厉害，一枪没中。咱这收获不错呀，看咱缴获的几笔啊！那是，我给你挂会儿吧，你这挂半天还不累啊？少管少管。天狗子碰上拉稀的了，你才喝毛粪，你说什么？哎，走。咱们走上去。哎，走。这是个神东西，别动！这家伙可不敢乱动，他要一炸，咱们没有一个能活的。就你们几个这小胳膊腿，嗖一下就挂到那个树梢上去了。是，耗子哥，快给俺们说说，快给俺们说说，快，快给俺们说说。行，那我就讲讲。你们先猜猜这家伙叫什么名字？我知道，叫铁疙瘩。我知道，肯定叫铁西瓜。柱子。你说对了一半，铁西瓜是他的小名，他的大名叫地雷。地雷。嗯。同志们，快点啊！李贵，到。耗子哪去了？啊，抱着雷跟孩子吹牛呢。你先回去啊！是。什么叫地雷呢？就是埋在地里头，但是它要一炸，比天上的雷还响十倍。哇，这么厉害！就是埋在土里的炸弹呗。嗯，对。把这家伙刨个坑放进去，上头弄得谁都看不出来，还啪嗒啪嗒从上头走着呢。
就炸了，就是蛟轮打车也照样炸上天。这么厉害！浩子哥，那你咋没被炸着了呀？我会起雷，当然不会被炸着。看这两个人，都是我亲手起出来的。这么厉害！你哄三岁小娃娃了，这地雷挂你身上就是你起的呀？不然还是你起的？鬼才信了，一个战场上尿裤子的人，敢起地雷啊？差点忘了，耗子，这地雷真是你起的？耗子哥，你那么胆小还能起地雷？真会吹。哎，那咱们也不能。胆子小，吹开了倒挺大的哈。要不是我，你们几个又让他给骗了。你少胡说。小耗子，拉肚子，炮弹一响尿裤子。你再说句，看我不？哎，来，你打，打架是吧？来呀，来呀。我是解放军。哪能跟你一般见识？连长，干啥了？我给他们讲地雷呢。老总，我拉屎拉屎，你他妈想凶死老子呀？滚他妈一边去！是，老总，滚！哎，观音菩萨呀，保佑我儿腿伤早点好，早点回家呀！耗子哥，对不住你，麻烦菩萨给耗子哥捎个话，让他千万别恨。爹呀，哎，我呀，嗯，把这鹅上裹上泥，在这一烤，一会儿功夫，它就能烤熟。烤好了，先送给那个班长一块啊。那肯定啊。这伤口都长住了，真得谢谢解放军的药，真好。是啊，爹，你放心，过不了两天，你这腿啊完全就没事儿了。嗯，我闻到了一股肉香，
肯定是咱那鹅好了。我去拿。哎。哇。嘿，真香。哎。我。哎。呜。哎，爹，你看多香啊！来来来一个，哎呦，来爹，哎呀，哎，把这个啊，给那班长送去。好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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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了啊，你把这吃了。哎，这谁练投弹呢你？啊，你这可是个宝贝啊，这是好东西，你差点给扔了。哎，你看啊，这个叫嘎了油啊，冬天这个手裂口子了，你抹上就好了，还有香味呢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这个是打扫战场时候捡的吗？少管。少管。我告诉你啊，打扫战场缴获的东西不论大小一律上缴，你懂不懂？我要是管我就早管了，我都看见你捡了。你想咋？哎呀，放心啊，我跟连长说了，这个新鲜东西呢耗子没见过，这个油可以护手嘛，这个耗子冬天练耗正好用得上，连长就说了啊，那就让这个皮革厂孩子拿去用吧。嗯，真的？那还有假吗？说这油可以护手，你看啊，就你这个手啊，干了、裂了、皱了，你抹上它，几天就好了。哎，哎，你跑什么？你还没谢谢我呢，你。哎呀，爪，哎，你手上的口子都流血了呀。没事儿，每年冬天都这样，我都习惯了。那你快别干了，待会儿帮你。没事，你自己来就行了。耗子哥来了，哎，是耗子。壮，壮，耗子冲你招手呢，有事找你了吧？不用管他，咱们干咱们的。哎，壮，人家耗子到底咋找你了？为啥你那么不待见他呀？我嫌他烦，就因为他胆小尿过裤子嘞。就算他不胆小，没尿过裤子，我也不待见他。哎呀，你小子行了啊！谁给我们俩看走眼？哎，你从哪弄的这了？哎呀，身体快弄得这，你就别管了。笨人有笨人的福气，福气来了，咱也挡不住。这个都是不错。哎呀，可千万不敢让你爹查啊！没事了。在俄罗斯发火发起来可厉害了，你爹要查上这东西，那伤什么时候才能好了？哎，爹爹，那鹅腿呢？吃啊！你都给吃了？你让我吃了呀？不是，那班长说了，说这鹅肉啊是发物，你这腿刚好，又吃发物又得发起来。是嘞。笨，你咋还没把我送出去呀？他老不给我机会，真笨！这有啥机会呀？直接走进去找他。哎，耗子，我说这外面好像有动静，原来是你呀！哎，叔，你是不是还以为那耗子呢？哎，有事啊？啊，我想找帅儿说，说句话。他刚睡下，我去给你叫他了。哎，别别别，叔，既然他睡了，那就算了吧。耗子，这娃娃。1, 2, 3, 4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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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, 2,
上套，屎尿多。快去快快！哎，是，哎呦。柱儿，你卫生这么早叫俺俩出来砍柴啊？那个耗子想跟我说话，我嫌他烦，不想理他。啊，然后你就躲出来了。你到底为什么不待见他呀？还不是嫌他烦呢？他欺负你了？敢！这南梁村谁敢欺负我嘞？那是为什么？咋嘞？你们两个先走，我跟壮儿说句话。哎，这话还要背着咱俩？好话不背人。哎，走走走。哎，你们俩，壮儿，我就跟你说一句话。这给你。我从来不要别人的东西。壮儿，你听我说，这是橄榄油，专治你手上裂的口子，抹上就好了。我好不容易弄到的。我说了我不要。壮儿，我知道你生我气，但是这个你一定得拿着。轻点，疼吗？东院那个耗子，这都是他害的。哎呀，咋能赖人家耗子了吗？要不是他追我，拦着不让我走，我能这样吗？耗子为甚拦你了？他非要给我渗油，我才不要了。你没问问，是剩的油了？耗子油。耗子，你真是懂得大事了，都当耗兵了，还来帮我干活。好孩子啊！哎呀，水开了啊！哎，蔡大叔啊，能不能给我来点热水？那还不便宜，摇吧摇吧摇吧，来。哎，烫啊！哎，小心点啊！再来点。好嘞。行，够吗？够了，谢谢。慢点啊！哎，浩子，什么时候变这么勤快了？哎，哎呀，你这说，平时看你们俩不是好的跟穿一条裤子吗？今天咋不搭理你了？我们俩穿的一条裤，让我等烂裤裆了。哎，你知道哪有驴皮胶吗？叔，哎，耗子，对，快进屋坐，大冷天的啊，快进去去去。哎，好了。婶儿，呀，耗子，那个，我弄点热水。给壮儿烫烫脚。哎呀，你耗子这娃娃就是有心了，这半天了，我都没想着给他弄点水烫烫脚了。来，来来来，来放这儿。来，耗子，来，呀呀呀，来，来这儿烫烫脚了。来，哎呀，哎呀妈，我不烫，我不烫，快来烫烫吧。烫，你又想打害我？胡说什么了？壮儿，你咋老想着我要害你呢？这水又不是滚开的，脚进去也熟不了啊。这才是你的心里话，你就想让我的脚一进去就熟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这水不烫也不冷，赶紧烫吧。哎，烫死我了！哎哎，咋了？咋了？咋了嘛？这是，哎呀，这是咋了嘛？壮儿，你做事了吗？看那娃娃一身的水了。哎呀，没事，这水烫。咋？没事，耗子，没事，婶，我习惯了。耗子，哎呀，看你这闺女咋这来个犟了嘛？这怎么了？衣服怎么还弄湿了？啊？哎，来来来来，我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啊！哎，修好了。怎么样，服不服？还是你李哥本事强吗？哎，你小子，婶儿，葫芦熏修好了。耗子，你进来了吗？咋不进来了？我给你放窗台上。
耗子把葫芦熏修好了，看你还生生的气了。他呢？问你吧，你那来兄，谁还敢再进咱家了？你会原谅耗子吗？嗯，哼，这我可得想想。栓子，婶儿，听说转掉沟里头去了。就是崴了下脚，上水没，过两天就好了。转，你好些了吗？我没事儿。都是给你的，你看，白木耳，大补的。我特意从爷爷那儿给你偷的，偷，偷来的东西我可不要啊！你看我这嘴，这咋能叫偷来吗？我爷爷就我这么一个孙子，他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给。栓子，哎呀，栓子，好孩子啊，你的心意俺们领了，家里的东西可不敢留下，你赶紧拿回去啊，让你爷爷知道了还不骂死你了？婶儿，你看我这都拿来了，再拿回去，这叫个甚事儿了吗？哎呀呀，拿回去吧，又不累。壮呀，就是崴了下脚，用不着这些东西，拿回去啊，拿回去。婶儿，你看你们家现在没有男娃娃，以后要有个剩的力气活，你叫我一声，我。我们家的事儿你少操心。壮，我是认真的，我力气大，甚活都能干。壮，你们家现在有剩活了，我都能干。栓子，我家剩什么了？你快回吧。珠儿，那你有剩活要让我干了？我想喝一汤，你去给我逮只鱼吧。这叫甚事儿了？哎，你东西。壮，他是真想喝鱼汤。哎呀，我给他逮鱼去。耗子，耗子，哎呀，耗子！这两个娃娃，这可咋办了嘛？哎呀，不用耍了。咋嘞？这大冷天的，冻哇哇的，河上的冰结的有一尺来厚，你让他们去哪儿摸鱼了吗？管他们。你这娃娃也是了。想起个剩就是剩了啊！这刚崴了个脚就要喝鱼汤了，你想喝鱼汤跟你爹说呀？我才不想喝什么鱼汤嘞！那你为剩了？我就是想气气栓子，谁让他在你跟前提咱们家没有男娃娃的事儿？咱们家的事儿用他操心啊？别以为自己是个男娃娃就多了不起。你说这栓子吧，我倒不用操他的心，从小被野惯了，屁股后面剩时候也是一群一伙的跟的了。呀，这耗子可就不一样了啊，一个人出去人生地不熟的，这万一要是出点剩事，这可咋办了？壮儿，葫芦群修好了，墨守油我也给你了，我再给你抓几条鱼，就啥也不欠你了。这冰还没化开嘞，壮儿就想喝鱼汤，他又不是坐月子的媳妇儿。壮儿说个甚，栓子赶紧给人家说，好像是人家使唤丫头。你们两个就知道个说，不愿意干滚蛋。我愿意干，栓子，这我要鱼捞的多了，给我一条行不行？还没干了你就管我要鱼，快干！哎，对了，都先别拿，咱先四处敲敲，看看有甚声音，找个好家再干了。听点声音，什么声音？鱼的声音。有用，你就是穷耳聋，你能听懂鱼说话？你们几个就知道个骗，骗甚了骗？骗能给鱼撇上来啊？啊，快干活！这儿，哎，那边有个人。这儿啊，那边有个人。人？好像是耗子。就是。走去看看。哎，耗子，你在这儿做甚啊？你说我干啥呢？
你也想给周二逮鱼？不行。嘿，你就拿根那个破铁签子，还有辣麻袋，还想逮鱼嘞？哎，耗子，就你那破胆子，还敢一个人跑到这冰面上来凿窟窿？小心等会儿冰砰的一下塌了，你掉进去淹死了，俺们几个可不管啊！咱们这河里头啊，水煎老王们可多了，小心嗷一口咬住你屁股蛋。嘿，开始吧，不要喷了。越变心。